好，各位大兄弟们，这里是币圈老韭菜。我刚刚看到一个推啊，还是蛮有意思。我们之前刚刚讲过 Flash Minting 啊，这个 MakerDAO 就他们通过那个投票已经通过了 Flash Minting，然后它的 Flash Minting 呢是可以 Flash Mint DAI 啊 DAI，那估计代码跟 Flash Mint 的 WETH 应该非常的类似。这个有点屌的。这边已经通过了啊，a proposal detail 啊，在这下面，你们有兴趣的话可以看一下。总的来说呢，这个 Flash Mint Module 呢 will be activated， 对吧 ？And authorized to Flash Mint DAI。他们又写了一个新的模块，叫做 Flash Mint， 叫做闪注啊，瞬间就可以把代币注出来，叫闪注。然后呢，他们首先呢可以允许大家去闪注这个代。那这个代，我们知道在 MakerDAO 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代，这边对吧？这边我看一下，If this pass, the following chain will occur in the Maker Protocol, that flow 啊，DUST for all votes excluding 这个 will be increased 啊，这个 that flow 会被那个增加。就是保证金，就至少要有10000个代。Parameter 就把我已经是1万到3万啊，就整个保证金都会更多啊。这边写了对吧？你们可以啊，有兴趣可以去看一下啊。但重要的我不跟大家，就是每一次最多可以 mint 出来500个 million。是多少5个亿啊？最多可以命出来5个亿的贷啊！当然，它的手续费1/5，1/5。哎，这个有点，我估计啊，后面肯定又会出现很多那个被 Flash 弄攻击的事件，对吧？好，这个人传了之后。然后这个哥们说："哎，I guess nobody wants the wrecked HQ team to have weekends，对吧？"好，那肯定又有很多的 wrecked 事件会发生。好，我看到这则消息，我觉得蛮有意思的，和大家分享一下。这里是币圈老韭菜，我们下个视频见，peace。